这里就是迪拜的棕榈岛，这里是一个打卡圣地。迪拜的棕榈岛，满满的金钱味道。这里呢是有人在求婚了。棕榈岛，亚特兰斯的大酒店。去下面走一下。好，这里是一个岛间，前面是岛间了。今晚的晚会，Hello, my love.